那再来，
别的他们来台湾之前知道的地方就是在台湾，你不用很辛苦，有国家你上要走路一定要很会走路，一定要爬山，一定要游泳什么的。台湾随便在马路旁边看就 OK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而且台湾不怕，台湾鸟你就不怕人，所以你不是在哪边看着，在前面看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有的过程真的很，你看到的就是很难看到的。而且台湾大小还好，不是特别大，特别的小。那还有什么卖点？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台湾人来台湾以后，几乎都每个人都说啊，台湾人真的很好，所以要谢谢大家。台湾很安全，你们不会这样认同。台湾没有疟疾，被蚊子叮到没关系。整个热不多。那个蚂蟥，那个 leeches 很少，蚂蟥很少。那基本上是很干净的，厕所 OK，而且尤其是如果你的客人是老人家，医疗方面很重要，万一他们生病，你看台湾医疗这一方面也很棒。要是都真的。那还有一些你们可能觉得这种客人没有兴趣，可是台湾人都是民主自由社会，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很大。那而且那么多台湾人对生态有兴趣，对生态保护有贡献的外国人。这种客人真的很感动，所以真的再谢谢。那现在要这样学一点，没关系，站到学界才有进步，才有机会进步。第一个英文，尤其是在乡下，英文功能跟那个哇，像我中文那个差。就这么久还这么差。OK，我们在推销台湾，不要太过度的接受他们的食物。有的时候，台湾人对那个食物真的，就是，尤其是在乡下，这个是又是很痛、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，尤其是早餐。我们不要说食物太多，垃圾，他们 OK，基本上是垃圾方面 OK。可是有时候你看鸟看蝴蝶，其实你是很认真的看看下面的，就会看到很多。所以我们清理垃圾的时候，尽量就是那多一点，下面一点。台湾离欧洲、美国很远，所以时差是一个很大的，我们没办法。野狗、野马，要硬气了，真的要想办法，不要太客气了。还有一点。要小心的讲，我是觉得台湾太过度反对卫生，我们要好好的想卫生对生态保护推广，尤其是推广给台湾人，有可以再发展的地方，我们不要太过度的反对卫生。我的客人100%。都在他们自己家在喂养，他们去过的国家统统喂养，他们真的不了解为什么在台湾
那么反对位置，尤其是很安全的地方，像大学生午睡区。在很多方面是很安全，我们可以再想一下，不要再讲。一般的建议，最重要的就是生态保护。我们做什么的，都是从生态保护来想的。那从如果要吸引国外的人来台湾，最重要的是。我们持续是要对的，不要介绍不应该介绍的东西，那介绍的东西要正确的。不管是在什么杂志、网页，还是参加博览会，那这三年我都是在英国的博览要联博览会，有介绍台湾，这个很重要。那希望。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，希望大家好好的合作，好好的向正确的方式来介绍台湾。那当然，我刚刚讲菜鸟的人对别的东西没有兴趣，可是可以开一个稍微多介绍台湾的特有的植物、昆虫，这些。台湾的土建很大，尤其是你们的卢局写的那一本书是世界级的，那大家希望快有英文版的。那还有很多很好的土建，蜻蜓，什么东西都有。那你们写的时候，拜托。有英文名字是什么东西？你不用翻译，不用翻英文，不是至少那个书名要有英文，那个作者的英文这样子，其他 OK， 不用再翻译别的。我们介绍台湾，用台湾，用 Chinese 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， 完全没有用。拼音，那个罗马拼音，他们很混乱，这个真的很糟糕。一定要用汉语拼音，其他通通不要。我刚刚讲到，我们不要一直想欧美的。国家来吸引，要最重要的市场，我觉得要多行，就是新加坡的那些这种，而且不要安排行程，就是比较适合他们。他们本来对台湾有概念，所以不一定要那种十几天的行程，三五天就 OK。而且他们是比较会拍照的。一定要跟国外专业代理看鸟的公司合作，因为他们是很内行，他们了解哪个国家是要怎么推销的，所以这种他们是很了解的，接受台湾的情况慢一点。OK， 那最后就是讲一下培养眼睛。台湾鸟岛，台湾目前稍微缺鸟岛。第一个问题是，目前我们介绍台湾的鸟，我们都说要来台湾看鸟，以四月份、五月份来，其他没有那么好。第一个就是要
不一定一直说事业来，事业来，那个聊到很难。那如果你是年轻的，懂事情，会英文的聊到，你不能靠一两个月的收入，那你去找正常的工作才对。那聊到你不能找随便找个人，叫他怎么当聊到，他本来就是已经很会找聊。英文，那在英文的地方就是最重要是听，你听很清楚才知道他们那些客人，还要听到别的东西，要你要介绍别他们别的东西，那就差不多这样子，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